哦，这是讲到这个什么寻官呐、诛心的眷属啊，我顺便跟各位提到，第二个提一下哈、好，接下来就是又有无数的山神海神，所有的土地神，一切水中陆地空中生活的神灵，万物精气及风神王。无色界天，多于佛前，同时即所对佛说：“我等也发愿护持这样的修学人，使其成就菩提心，永远不遭受魔事。”这时又有八万四千那由他恒河沙，聚集金刚藏王菩萨，随从座位起立，顶礼佛祖，对佛说：“世尊，如我们所修得的功德，很早就已成就菩提，但我们还不愿进入涅槃，为的是能常随侍持诵此咒的末世修学者。世尊，这样的修心以求得正定的人，如果于道场中或者于别处活动，甚至于乡村散心，我及徒众都会时常跟随保护他们。即使魔王大自在天想寻找这些修行人的漏洞，始终都不肯得手。其他的所有小鬼，除非愿意发心修习禅定，否则我们必定驱逐他们，使其远离修学者800里以外。世尊，如果这些恶魔及其眷属想侵扰修学者，我们就会用宝杵将其头颅打碎，使其成为粉末。一定要使那修学者所做的都能如愿。这些修学者都要是属于修正法的跟我们一样就要修正法。修那不正法，这些那个什么金刚啊，他才不会来帮你。好，这是从建立道场一直到1、2、3什么4、5天的内容，都在讲这个楞严神咒的那种功德力啊，然后呢就是。那个什么，当佛讲出这个神咒之后一些什么天龙八部啊，这些什么地神、海神、水神这些啊，都发起那个大愿力，那个护持啊，修正法的众生不管是当时或是说末法的众生他都发起这个大愿，能够让更多的那个众生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读303这一章。好，这个神咒讲那个读完之后，接下来就是讲这个众生颠倒这个颠倒。好，我们再看阿难随即从座位起立。顶礼佛祖对佛说：“我们愚笨，而且贪求多如活水，对于诸有漏心，未勤出离，承蒙佛慈悲教诲，得正住熏修楞严大定的方法，身心都感觉愉快，而且获得很大的利益。”世尊，如此修正三摩地，尚未达到涅槃境界，何以能称为甘慧地？44心需经过怎样的阶段，才能得到修行得物的眼目？好，这一段我们先讲这个楞严大定这个楞严大定我们千万不要去误解这个大定。
这大定哈、哦，你不要误解说这个大定是我那个我入定啊，定的很准，我可以做一万人，做一百人，做一个月，做这个、那个就大定，不是哦，不是这个大定哈、哦，就是我们上次讲过说，你除了这个禅定啊，我们讲说你真正的禅，我们说那个有四种禅的、哦、你真正的禅啊，一定要加入这个会。哦，这个会一定要进来，哦，你就会进来，那个才算是大定哦，那才算是那个禅的境界哦。你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你这样假设我们都不读经典了，都不读经典，只那个禅定啊，哦，管你禅定什么道德设计或是怎样啊，那只是定的波，没有用的，哦，没有你再怎么厉害都没有用，因为这个会没有进来，所以你一定要跟经典相印证，那个时候才算是大定。哦，所以这个观念顺便提醒一下。好，那接下来就是现在啊，他这个问题哦，在阿难啊，接下来他就是在说那个怎么样才可以修正哈、哦，修正那个什么，那个我们说。说那个什么，五十五个位阶啊，哦，他那个干会议啊，这个接下来就是一个开头了、啊，哦，这一章就是一个开头，就那个什么，怎么样修三摩地嘛，你怎么样修这个才可以进入到这个干会议，这干会议就是那个什么十地菩萨、啊。十地菩萨在进入初地之前，那个叫做干瑞地，啊、哦，就说你从那个什么，从圆觉圣啊，圆觉圣要进入到那个菩萨，进入到菩萨的时候，你这个、啊，这个是干瑞地，哦，干瑞地过来才是那个什么，初地。那么这是菩萨十地的、啊，哦，菩萨十地。那这个呢，这五十五位阶啊，除了菩萨十地以外啊，还有什么？实性那个四十四啊，四十四就是说实性，哦，还有什么？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就四十个嘛，哦，四十个再加上那个什么，再加上那个实地，就五十个，对，五十位阶嘛，五十位阶再加上干位地啊，五十一，再加什么？再加上我们记得吗？我们上次讲那个那个什么，圣门圣的那个修行次第啊，有没有？有一个四加行，记得吗？哦，四加行记得吗？就是圣门圣啊，就是那个四加行就是。第一个是暖，哦，第一个是暖，再过的是人，哦，再过的是盐，哦，再过的是四第一，哦，四第一就是四加钱，所以总共啊，它总共就是那个什么五十五位阶啊，这个是后面会一个一个讲，但现在是他提出这个问题啊，就把整个哈、哦、整个就带入到这样的一个。提下里面来、哦、那到什么阶段呢才可叫做入地等觉菩萨、哦、的果地啊是什么情形说完这些话、哦、阿难五体投地礼拜诸佛会众大众一心一意睁着双眼仰望佛等候佛的开示这时世尊称赞阿难好啊好啊你已经能为大众及末世的一切修三摩地求大圣佛法的众生为凡夫修正大涅槃此事、哦、无上正确的道路你现在仔细听着我将为你说明阿难大众合掌静心恭敬肃静地请听我的开示
佛说阿难，你应当知道自性明妙圆理是离开名字和相状的，就是我们的自性啊，我们的自性啊，就是远离那个什么文字啊，名相啊，还有他那个相状，本来就没有世界跟众生，因为妄念而有世界众生的升起，也因升起才有什么幻灭。所以呢，生跟灭这两项啊，就是虚妄。好，这个很清楚喽。所有的不管你是世界哈，或是众生也好，前面我们读到那个三途大地的升起啊，这些都是怎么样？因为你有生才有灭。你如果无生就没有灭的问题啊。所以生灭这两项哈，就是虚妄。那么灭除啊，希望就称为真，灭除希望就称为真，而这就是所谓的如来无上菩提和大涅槃两种转依所得之名称。这个转依啊，知道吗？转依啊，我举个例啊，好就知道哈，就说那个什么，这边很简单，就是一句话，简单明了，就生灭两相就是虚妄嘛。那你这个虚妄，你把它灭除掉以后啊，你就成为真啊，就成为真啊。那这个怎么去转移啊？这个哈，这边我顺便提一下，这个转移啊，这个所谓的移，我们说无所依啊。无所依或是无所依处，这怎么讲？这一个概念，你说这个依呀，这个依呀，比如说，我们说那个空含藏一切嘛，对不对？空含藏一切的那个色，空含色，对不对？所以那个什么色就依空嘛。对，空为色所依啊。对，这个所依的意思就是这个色含藏在这个空里面。色含藏在空里面。好啊，那空依什么？空里面依。色依空。那空里面依，空依什么？啊？空依什么？不对啊，空无所依啊。空无所依，知道吗？就色依空，就是意思就是这色所有的色，其实是都在含藏在空里面。那空呢？空是什么？空无所依。空有啊，有没有体？没有体啊，对不对？所以它无所依啊。这个空的概念，你有这概念说啊，智慧，我们说这个佛智。佛智里面所依，佛智无所依啊，知道吗？佛智无边无量，所以它无所依。那谁来依佛智？谁依啊？声闻啊，缘觉啊，一些众生啊，都来依佛智，知道吗？佛智无所依哦，从你这个智慧跟这个空这两个来做比较哦，来做比喻啊，来做比喻。你要知道这个依的所转依啊，那个所有的转依啊，就是这个意思，不知道吗？我们所有的众生所有的那个修行者，他的智慧啊，就来自于佛智，所以我们都依于佛智啊，对？那你说佛是什么？佛它就是一个觉啊，它是无形无相，就是前面讲的，就是没有名字，也没有形象啊，都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嘛，所以。佛无所知，无所依，跟空一样啊，空也无所依啊，空无所依啊，所以这个佛智就用空来比喻，跟佛智来相对比喻啊，所以你什么声闻缘觉啊，它依佛智嘛，依佛智嘛，佛智无所依，空也无所依，
哦，这就是转移的意思哦。阿难啊，想修习真正的三摩地，希望直达如来的大涅槃果位。你现在首先应当明白，造成众生世界两种颠倒的原因。哦，不生颠倒，才可称之为如来真正的三摩地。哦，颠倒是吧？哦，颠倒那个图纸里面啊，你只要那个什么，你只要那个业相一流现啊，那个就是颠倒哈，哦，那就是颠倒。我们讲那个颠倒啊，也就是所有的那种烦恼哈。阿难啊，什么叫做众生颠倒？哦，阿难，由于本觉妙明真心的本性是圆融灵明的。只是因为啊，名上加名，才生出了能见的妄见。哦，因为名上加名啊，就是你前面那个水富罗那跟在起誓佛的时候啊，哦，他这个观念上啊，哦，就是说这个觉它本来就是名的，不是通过你的修行要让它名，才会得到名觉哦。哦，这是一个概念哦。好，那么以至于从毕竟无名无相的湛然寂静中，变出有名有相的虚妄境界。无名与业相，以及见相跟境界相，都没有能依和能所。哦，要知道，这无名啊，还有它的业相啊，哦。以及什么？以及见相跟那个境界相，这是什么呢？这个是哦，我们说这个，你那个印象哈，在印象一开始流现的那个当下，那个当下就是一种无明哦。印象流现的那个当下就是一种无明，也就是讲我们讲的妄啊。哦，所以那个这边讲说这个印象啊，哦，这个印象一流现，这个无明都出来了。哦，那这个无明出来啊，这个六识无明七识造作，所以就讲就说见相跟境界相啊，哦，这个见相跟境界相。这个境界相哦，不是我们那个什么，我们的修行所得到的那个境界，不是那个境界相，是你这个诸根所了的那个所诸根所了的那个什么那个境，知道吗？诸根所了的境，这个见相啊，跟这些见相跟那个境界相啊，就是那个，啊，都是诸根所了的那些境啊。哦啊，这个境啊，我们讲说，就光这个相啊，就是我们讲说四相啊，哦，就四相啊，有什么？不是我相啊，人相啊，众生相、受持相啊，这些通通都是那个境界相，啊，哦，这些境界相。那这个见相啊，这个见相啊，就是更粗略了哈。你所见出来的那个都是见相，包括什么？包括你里面的这个看不到的，哦，你看不到那个意跟那个什么那个莫那斯这边呢，啊？哦，你所需要给出来的那个东西都是一种相。哦，都是一种相，所以这一段哦，就是在强调这个东西哦，要让我们了解，就是说一切啊，都来自我们的那个虚妄分别，来自我们的无明，所以这些东西哈，哦，这些东西啊，这些哦，包括你这个六七啊，这些东西啊，都是怎么样，没有依，也没有所依，对吧？这些都是所依啊，这些。啊，他们都没有一样，你对一到哪里？一到你空啊，一到你如来藏啊，如来藏无所依啊，对，如来藏无所依啊，所以没有能依也没有所依，能跟所啊，通通没有啊，哦。如果没有这样，没有能跟所啊，你就怎么样？你就可以得到
那个如来藏的那种妙明圆心呐、啊。好，那么所住的无明跟能住的众生，都确实没有根本。哦，依照这种虚妄无助的无明意识而建立的世界跟众生，哦，这些都是那个虚妄不明的产物啊。不管你是世界也好，或是众生，哦，那如来藏性本来圆明啊，只是依真起妄，哦，依真起妄，就是这些妄啊，妄啊，妄依什么？妄依于真。哦，妄依真，哪一个真？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所依嘛，这个依嘛，这个妄依真啊，这个真就是如来藏，知道吗？就是这个妄是从如来藏那边出来的，哦，所以妄依真啊，啊真有没有依？真就无所依，哦。哦，实际上啊，妄性并没有实体。不能作为所依，哦，那实际上舍妄复真的念头本身就是妄想，而不是真正的真如性，哦，就是舍妄复真啊，就是你要舍弃那个妄想啊，那些妄念啊，它本身哦，你想要把它灭掉，那个妄想本身就是一种妄想，所以说名上加名，就是妄上加妄啊，哦，妄上加妄。所以你想要灭掉那个妄想啊，那个念头本来就是一种妄哦，所以那个不是真正的那个真如性，所以以生灭的妄心去求得不生不灭的真心，是以妄逐妄，哦，记住哦，就是说以生灭的妄心啊，就是你那个什么，你要去求得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哦，就是你要怎么？跟他讲说，你要想办法让那个妄念给它消灭掉。基本上，你这个念头一起来，那个就是怎么样？那个就是妄的。所以我们才讲说，哦，我们修到你进入空了以后啊，要在离空。哦，那个离空的概念就是在这边啊。所以你不要有那个念头说，我想要灭除我这个妄念。这个念头一起来，那就是以妄逐妄啊！哦，用你的妄心，用你的妄念去追求那个妄心。哦，这样的话，非但得不到啊，哦，真如性，相反却会生出妄见跟尘恼相断。哦，就是这个，你妄上加妄啊，就是不断的在流现出来。哦，所以无明是非生的哦。哦，无明是非生的，业识是无助的，哦，见分是非心的，相分是非法的，哦，那个见跟相，哦，相大家知道的哦，见分跟相分啊，那个相分就是这些，就是这些我们讲说那个思想，那个见分是什么呢？见分就是你里面啊。你里面呢，啊？我们讲说你的那个知见，没有，这是更深层的东西啊。那个知见就是见分，啊，那个相分就是你那个诸根所了的境啊。哦，啊，那个知见呢，啊，就是你那个什么，你诸根所了境的哈，诸根了境，啊，了境以后那个镜像啊，你会怎么样？透过那个什么，透过这前五根，哦，那个什么身根、舌根、眼根、鼻根，哈，这些前五根的那个，透过这个前五根呢，它会送到哪里？送到你的那个六识这边来，哦，送到那这送回来这个讯息啊，变成六根的六识的那个什么法尘，变成六识的法尘。哦，这个我们不断的来提醒这样一个概念，哦，这样一个让大家知道说这个知见呢。不要说哦，只讲说哦，你这个知见不对，那，啊，这是知见怎么来的？哦，这个知见就是说你这个前五根啊所了的见啊，它透过我们这个管道啊管路啊送到那个第六识过来，
变成第六式啊，它那个了别的一个法则。如果你前五根哦不了净的话，前五根不了净的话，就也没有这个法则的问题了，这样知道吗？哦，所以这你一旦了了这哈、個，哦了了这个法则之后，六式了了这个哦六根了了这个法则之后啊，啊就怎么样，就丢到里面来了，就变成我们的知见了。所以这个就是见相，哦，这就是正相，哦啊，那这个是见相啊，那个什么，那个我们讲另外一个就是什么相，那个相哦，相分见分啊，哦啊这个相分啊，这些都是相分，哦，哦这些东西哦，他们都没有自己哦。那么只因为什么迷惑执着妄善假妄辗转发生，那么熏习而成一相啊、哦。这个哈、哦，这个业相哈、哦，跟这个地方的业相不一样哈、哦。这一个业相哈、哦，这个业相是指什么？这个业相是指我们每一次里面啊，每一次啊，比如说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哦，意识、莫那识。哦，这每一识里面，它都有这个含有这个业相，这个业相的功能就是它有转身呐、啊，转身的功能，知道吗？哦，所以每一识它有三相嘛，一个是转相，一个是真相。这个业相的一个业相一流现出来以后，它就会转身什么？转身那个什么？注视就会转出来，这知道吗？比如说我现在那个什么一生是一流线之后啊，哦，这个、啊、它就六四都分别就开始转身，转身六七前五是通通转身四出来，那么那再过来就是什么一个真相嘛，啊，它是转身的力量啊，转身的力量，它就有转身的功能了、啊，啊，它转身的力量来自哪里？来自这个真相，我们的真如相啊。来自这个，那力量是来自这个东西，哦，所以知道每一次它都有这三项，所以这边看啊，所讲说，往上叫辗转发生哦，熏习而成业相，这个业相啊，就是我们讲说，你一直了境啊，一直跟着了境啊，你一直了境以后啊，这个境相跟见相都出来了。所以这是一种熏习，哈、哦，这种熏习一旦的熏习啊，它就丢到这个八识田里面了。所以你这个八识田呢、啊，就怎么样，就越来越污浊，哦，就再没有那个清净相。哦，所以这个地方的业相哦，是因为你了境之后所得哦，跟那个最原始那个地方的业相是不一样哦。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相互的润生哈、哦，彼此呢相生相灭，所以才会有什么众生的颠倒，跟众生颠倒的存在。哦、这一章都在讲那个众生颠倒，为什么会有众生颠倒？哦，这个原因跟它的那个现象。哦，所以记住就是这样的。它之所以颠倒，就是因为虚妄妄别。哦，虚妄妄别就是最原始就是这个无明。哦，那业相开始流现。他就希望分别就出来了，哦，所有的希望分别出来，这个、啊、那个什么相，哦，相跟那个什么见，这个希望分别出来，一个就是让你产生所了达的那个了境以后啊，你的知见就会形成，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相就会出来，哦，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众生的颠倒，那知道吗？哦，所以我们刚刚讲说颠倒，你统称。颠倒的意思就是说，你一旦这个业相留下来，那一个当下那颠倒都出来，那个就是颠倒，哦，就是所有的烦恼就一个一个出来，所有的业缘都一个一个出来。那么这业它就分两种，一个是那个什么，那个业相啊，哦，就是一个是那个什么见相，一个是这个境相，境界相跟那个见相啊，这个见相都是见啊，每一个念头啊，它都有一个相状。每个念头都有相状，所以每一个境界啊，哦，每一个你眼根所了的境，每任何一个境，它都有一个相状。比如说，这个我了了这个境，
聊这支笔啊，它就是这个相状。那这种我眼跟聊了这一个物象啊，物件啊，它就是这样一个象。哦，它就是聊那个就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间接象。哦，就是间接象。哦，所以分成两种嘛，一个在《金刚经》里面讲的哦，讲的就是讲这个东西啊。哦，就讲这个东西啊，就是讲那个讲这个象。啊，这个象哦，它就是把它。那谁先说？哎，自相跟共相，一个里面的，一个是外面的。啊，里面的就是这个啊，就是直见。我们讲的那个正相。哦，这样的就更我们中的那个《金刚经》中的《楞伽经》哦，啊，佛给我们开示啊，这个地方就要清楚了。哦，好，我们今天有点超过哈，好，谢谢各位。